收起香炉，走下神坛。你是人，不是神。被耽误的段子手王世贤，王世坚是不是垃圾？他不会的，他很可爱。他很可爱啊、哦！爱之深呐、啊，责之切。他骂你越凶，就是爱你越深了、啊。让你家，你就爱你呢，你嘛会爱这。柯市长现在已经开始数馒头了，已经开始倒数计时换日子了，所以我今天准备了一大盘馒头让柯市长，你就慢慢的数吧。今天加赠柯市长锦旗一面，这面锦旗就是提醒柯市长，你在台北市的成绩，你已经勇夺倒数第一，先前有韩国瑜垫底，现在水退了，让大家看到原来柯市长没穿裤子。认为你那样流氓的行径，你要不要道歉？你一直说流氓长，你对流氓短，我像流氓吗？被蔡崇一起串联，就是这么简单。那就请中央去抓。八个字，你放心，你进土城看守所前呐、啊，我提醒你，记得把曲棍球吞下去。那万一我没有进土城看守所，是不是你吞球？讲清楚，你跳过海啊！你跳过海啊！你跳过海，你要不要吞？如果没进去，我跟你搞这种小玩意的，你们不管什么曲棍球、小儿科了，你不用跟我来这一套。你对你这个流氓行径，你愿不愿意道歉？我只想说。问世间情是何物？情是何物？帮别的事情多少会担心的，啊那小怕不会惊的，啊那小怕不会惊的，小怕我得惊。我是典型的台湾土狗啦，台湾土狗。陈总的台湾土狗就是这样的，越困难越要挑战我，我是打到死为止。啊、我不怕任何这种挑战哦。啊，要挑战直接找我，打我服务处，指明我留电话，我不在的话我也一定会回。哎，我是警察来着，我告人家，人人不是猪啦，老爸，这样尊严啦，不是猪啦，老爸，不是中国猪，有中共在。所以啦，中共就猪啦，你做先生，你做先生，啊你百姓人，你百姓人，你百姓，你百姓，你百姓，你做台湾，你怪你做这个做，你讲中国啦，对嘛？你讲中，你讲台中国。好，来，无啦，我什么讲中国？你卖挑拨，我讲咱人活条的，不是干那活的就好，人要活，我要活的到底了，而家都系你。送你一只不求人抓痒吧，提醒你啊，处理市政就像抓痒，因为唔白，阿我因为不要费劳费力。要送你这一条运动毛巾，让你每天带在身上，醒思这句话。准备了一个魔戒，我送给柯市长，提醒柯市长，权力就像魔戒，一戴上去就脱不下了。要送就这个送，那每次送那都拿回去，道具，道具。柯市长，每天啊，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，反正我就烂，就摆烂。所以我今天特别准备了一件柯市长的我就烂 T 恤，要送给柯市长穿在身上，随时自我反省。是鬼到西装去换三件内裤，所以柯市长这你知道吗？你说你不知道吗？我智商乘一百，我就可以理解你智商高我50%。哎，你会不了解，所以我说你无感嘛。是的，被那两个和音天使那么一阵搓揉，哎，又把我浪费掉了5分钟，咨询时间这么有限。你要不要吃药？是的。啊，我喉咙要多少钱？吃一下好了。那个时间不要算，换位置就好了。把时间给他对市长牵着鼻子走了。准备了这个礼物，行李箱，要送给
你柯市长，让你打包用，不要牵拖，打包走人。OK 的哦，柯市长，我送你这本书叫做《吼，先别急着吃棉花糖》。我认为你的问题就是你急着吃棉花糖，你急着兑现你的政治能量。当年的柯医师卸下口罩，成为柯市长，是为了要服务更多的市民。正告柯市长，戴上口罩，闭嘴，专心市政，闭嘴。我今天准备一个香炉送给你，我要提醒你柯市长，收起香炉，走下神坛，你是人不是神。柯市长，你是台北市长，不是北港香炉。讲的哦，这个身在曹营心在汉的，会不会是那个主持人哦？ Yeah. 因为他搞了一个皮肉， oh. 结果我知道郭台铭讲的不是你，不是你，前面骂完了，然后说不是你，我是觉得这样，因为如果照刚才辉文的分析，蛮有道理，他讲出一道理论，蛮对的、哦。可是如果照辉文讲的哦，就是说国民党现在上下一心，坚壁清野，那现在在怕什么呢？没有那国民党你们怕什么吗？怕啊、那就名次都排好了。那我您的何必还对郭台铭的出走哦，那么思思念念，那么在意？不在意哦，他硬要回我那一句，你看，不回我是也是超幽默的啦。但我觉得这个箭啊，射进肉里面哦，不能说只把外围锯掉。我这善意提醒国民党啊。因为你这个伤箭头还是在身体里面吼，是有埋我们什么？埋我们的果苗哎，埋我们的果树。他们自己也有大批的农地、大批的农民，他们要自己去种。好，所以我的意思说，你刚刚给你打掉，我们哦，我也不去。你第一感情，你的农地，看的农地种的是啥物？因为我含咱的我同款无，咱是种白啦，啊，咱种西瓜，咱是种啥物？不是的，我今天送一台你的罪案，脚踏车。上下班骑，在办公室骑，在家里骑，放假骑，上班骑，天天骑。但是你不要再说你不熟他了，你带回去，你就骑着他吧。玉珍真的很强的，包括他的装备真的是十足。我觉得他缺了一样装备，我觉得你们都没有说实话。他缺了一样抗争小丑化的标准型啊！哇，真的，陈玉珍，你不觉得第一个这么严肃的议题，你抗争的时候发现有被小丑化？陈玉珍装备缺了一样啊？什么？他没有戴耳塞啦，他这也是他厉害的，他没有戴耳塞之下，竟然还可以忍受高嘉瑜的歌声哈，所以我说他这是他增强的地方。那高嘉瑜哦，本来高嘉瑜都是动口不动手，他都唱的嘛，就唱的大家都怕，都去躲起来。只有陈玉珍没有躲，没有怕，因为他的才会火爆。他不是有跟你讲吗？他有钉钉子 ，S 腰太大了，走不了吗？全盟小丑。所以我今天特别准备了这一本《甘地一传》，我要送给柯市长。我希望柯市长带回去，好好研读，深自反省，就一。
每次送完又拿回去。送回的，我也好了。不，你不要每次送又拿回去，这个要送就真的送，每次送完都拿回去。你退回啊，退回我当然只好收回啊。有时候，夜黑风高就突然出现在我办公室，还在我桌上。有了，最后一次。我送你龙袍啊，你留着了，你可能穿了个三天哈、哦。有啊，有啦，我那时候目的就是要你晚上穿着睡，心理治疗嘛。多年来他送的诸多礼物，你印象最深刻的是哪一个？为什么？没有、啊，他以前哦都还讨回去，后来就开始订到，我说哎、欸，你这是礼物还是对啊，还是道具？那后来就不好意思，他龙袍有没有拿回去？我现在就把这一套龙袍送给你，送给自称真命天子的你，你就别客气了，收下吧。有啊，拿回去啊。所以后来送的东西就开始变成送书了，送越送越小、哦，因为我不给他拿回去，我最狠的是呛他那个脚踏车。哦，对啊，脚踏车你真的收走了啦，我把他收走了，然后送给我的助理，我一定要垫高他的成本。哦，你垫高他的成本，他每次还划算，每次一开始我什么龙袍啊都是送你一面镜子、啊，让你看清楚你自己。那后来我就说，先讲清楚，这是道具还是、嗯？哎呦，后来他就果然送的东西越来越。陈立春委员是四个字啊，冥顽不灵。我希望庄小平委员、施纲议员哦，你们不要跟着哦，当成迷失的灵魂呐、啊。哦，人必自侮，而后人侮之。我举个例子哦，要你江启臣去抓鬼，结果你不但被鬼抓去，然后你现在还跟鬼一起反过来骂说，哦，你们这些人很坏。操作的。后面反过来骂说我们这些人很坏。而且他指的是奇怪吧？啊，对，明天的。今天不是中元节，干嘛就讲鬼？我认为哦，这个，陈立春委员是哦，四个字啊，冥顽不灵。我希望庄小平委员、施纲议员哦，你们不要跟着哦，当成迷失的灵魂呐、啊。哦，人必自侮，而后人侮之。我举个例子哦，要你江启臣去抓鬼，结果你不但被鬼抓去，然后你现在还跟鬼一起反过来骂说，哦，你们这些人很坏。操作的。后面反过来骂说我们这些人很坏。而且他指的是奇怪吧？对，明天的。今天不是中元节，干嘛就讲鬼？是啊，你麦ちゃんの持ってくるケーキをもっとたくさん食べられますように。ギターがうまくなりますように。